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小白，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幸福乐章亲子餐厅表演给大家看。今天是第二次来了，对，还蛮开心的，因为上次来的时候是下雨，有一点飘雨，但这次来天气很好，而且发现不会太热，因为有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大家还蛮舒适的，只是可能风有点大啦。但是大风大就是大家不会中暑，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天气。只是我怕我开麦克风的时候会有风声，会吵到大家。上次有来的朋友有上次有人有来吗？有吗？有有有有，你们是都住在这吗？有没有？有什么有？是啊，就是来到这边表演，就是希望可以，也是可以带给这边的居民们表演，因为这边比较离我平常表演的地方比较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能来，什么话？我。对，就是来这边就是很开心，可以碰到不同族群的朋友们。希望今天的表演大家会喜欢。那我就继续了，谢谢。对，那听说今天表演完会有合照的时间，就是很谢谢餐厅，他们很贴心，还有做海报啊，然后有时间规划，都做得很好。那大家现在就是欣赏表演的时间，对。他那个妹妹很可爱，她虽然年纪很小，但是她拍拍子都有拍在点上，超厉害的，耶！yeah！